心！受求其所控，你别杀他们。拜见山主。百灵大羽族众妖恭拜山主。花精族众妖恭拜山主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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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此为何意？岩兰山向来以妖力的高低来推举山主。之前裘夕仗着这片疗愈万伤、滋补妖力的温泉宝地，横霸山境，自立为王。但是现在不一样，今日你杀了他，那自然证明你的妖力远在他之上，所以你就是我们的山主。我非山境之人，无理做山境之主。诸位，我能在此地皆因紫琳冒死相救，大家能够安然活着，也是因为紫琳不畏强权，据理力争。诸位，大家都说诛裘夕者便可成为山境之王，我认为这王位应该我二人同坐。这哎，往后山境之事你主外，如何？你的意思是，我主外，你主内？嗯，甚好，甚好。